椒糖风串烧木栅店，上次吃过之后觉得很棒，今天再来买。那上次是吃市政府站那边可以内用，然后木栅店这间是纯外带的，食材也是非常多样。就在马路边，这里的位置其实也蛮好找的，离我家很近。如果说市政府离我家太远的话，木栅店是离新店最近的，焦糖峰。